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哈，这个都是不同口味嘛？像这种，现在我们有三种口，这边有三种口，原味、胚芽跟黑麦。那原味的话是这个，对。然后黑麦是这个，我这是胚芽，黑麦的话，黑麦卖完了。黑麦卖完了，那原味的话，这都原味嘛？对。因为我要买那个原味的话，是这种没有的话就是原味的嘛。是，是的。那我知道了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对不起哦，不好意思。30哈，需要袋子，需要。有会员吗？有，这个是累计卡，请问可以用身份证吗？可以的。好，麻烦你。30元。30这边。好。欢迎30。好。来发票，谢谢。谢谢。